轻松又动感的有氧舞蹈，在知名有氧运动明星潘若迪的带动下，一两百位的朋友们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。十一号在台湾自创运动品牌服饰的邀请下，以及一连串的有氧课程，还有艺人的亲自带动，成功让来参与活动的民众全身动起来。Funky Dance 其实没有什么魅力 ，Funky Dance 的魅力就是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。运动啊，其实一定要开心，然后呢，又可以达到一些运动健康的效果，我觉得这是最棒的。我们不设限给任何一个人，只要你有心跳，你只要喜欢，你想动，潘老师都带着你一起动，这就是 Funky Dance 的精神。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找一个是适合自己的衣服的穿着跟方法。那我觉得只要你不要受限，你穿起来很舒服啊，又吸汗又排汗，那基本上就都 OK 了。身体要保持健康，就要维持运动的习惯。当然，除了运动鞋之外，正确的穿着也是很重要的。只要你穿对的衣服，就能减少运动伤害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接近消费者，让消费者知道我们家的东西，让消费者体验说，他觉得不是只有做衣服，他是让你是一个运动健康快乐的，所以我们才会不定期的办。服饰业者跟知名艺人合作，让参加的民众感受运动就像是在开巨星派对，借由品牌的理念分享运动热情，同时也是为自己找到合适自己的运动风格。凯波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。